恭喜你，有生啊！这是宝宝，依琳，你要做爸爸？我要做爸爸，你要做妈妈，咱要有囡仔。真是不应该，妈的嘛！什么要紧啊？我想哦，这部照片已经看侪啊，我今天就想要让全世界人知啊，我要做爸爸。我是看足侪摸唔对，啊，不过恁太太今麦拄啊有生，嘛是爱较注意的，暂时哦，唔好做伤激烈的运动哦。嗯，听着无？医生拢讲啊。是，安胎甲安胎做同款重要，以后我拢听你的。阿妈。这给你。嗯？给什么字啊？有这好狗，也要给我？嗯，看恁两个心心比比。这敢不是敢不是？我真正你阿妈，你别做啊做啊！我被抓走，嗯，我被我跟他说到，你有怀疑吧？我们孙阿妈都没有怀疑，你看阿妈咧，怀疑跟话拢唔知要哪讲啊！我阿妈，我想袂到要做妈妈的呢。我今麦哦，安尼想起来，好像像咧做乒乓同款。哎呦，阿妈嘛跟阿咧乒乓同款，不管。不怪你会参加做过来人咧食料理，我要妈有足含万拢要袂出。哎呦，对啦，一定。啊，恁阿公阿哥恁爸爸一定足欢喜的吼。伊也唔知，我虎山哥出来哦，就过来吃，所以阿袂甲因讲。啊，因阿唔知影哦。因为今天是要头一个甲你讲。晴天，你头一个想到是阿妈哦。当然的啊，阿妈，你是我一世人哦上重要的人嘞。我一知影我有心跳哦，我就想起你是安怎辛辛苦苦把我教养大汉的。阿妈，啊，我即马足紧张的呢，我唔知影我是不是会当做一个好妈妈。讲起来，你当然嘛也是一个好妈妈。嘿嘿嘿，哎，莫哭哦，啊，你起码有心呢，爱哭哦，对你的囡仔，对你拢好啊。阿妈，别急，这是欢喜的目屎。哈嘛无用的，目屎流上侪，对目睭唔好。嗯，乖，嗯哦。我晴天啊，啊，你有生几个月啊？哈，才六礼拜尔。啊？啊，不是讲一般普通爱玩三个月才能讲。哎呦，无法度啊！我想过欢喜啊，想过头一个跟你讲啊。志刚，啊，我知影你有你未来的所在，啊，不过投资 AAP 基金的代志哦，我还是甘愿相信文耀姐也是清白的。虽然这个代志哦，大家拢有各家讲法啦，啊，不过事实袂改变。我甲晴天来想办法，找出代志的真相诶。嗯，假使讲吼，即件代志有啥物可疑的所在，真正需要好好的调查一下。啊，对啦，啊，拄啊入来时阵，我听到恁内底咧笑声呢，啊，啥物代志遐尼啊欢喜哈？这两个囡仔要做爸爸妈妈。哇，这是喜事呢！啊，晴天一林，恭喜恭喜！啊，林刚哦，我搁传礼物送你。志刚，唔免啦。啊，这是一定来的啦。哎呀，这吼就要甲信太结婚啦。信太是你的爸爸，啊，看起来咱两家的关系愈来愈亲嘛。对啦，啊，顶摆地动吼，啊，你伫庙诶找着迄本乌册，啊，讲将军是这才假呢。啊，即马将军都无伫诶啊。
啊，乌贼是要安怎处理啊？啊，若是无将军做制裁者，遐妖魔鬼怪敢会走出来呢？危害众生啊！阿嬷，是啥物是乌贼？啊，佮有制裁者？对啊，而且将军佫是制裁者，这到底是安怎？啊，之前将军哪会无甲我讲过？你唔知影乌贼佮制裁者？哎呀，丽萍，歹势，我敢会讲伤济啊？阿嬷，啊，迄个乌贼是毋是甲阿祖有关系啊？迄本乌册内面所记载，拢是一挂禁忌的法术。当年江道生也要转生术，嘛是为迄本乌册内面学的。原本是已经封印起来啊，哪会知影前一阵啊地动又搁出现啊？我咧想，应该是搁有一挂邪魔妖道要走出。那你这台车是要创啥的？百年前。朱、江、江三家祖先所传来，老祖先惊讲后代子孙会做歹，会惊骗去，所以就甲父母大地将开业的迄面后代做好约束啊。卡叔讲，若真正发生啊，有人做歹，蒋家就爱出动这差价，将军就是迄个戴天明。现在将军因为意外离开啊，啊，不过现在没人对付妖魔鬼怪啊。是啊，实在是很遗憾的。阿嬷，那安尼，迄个乌册嘞，乌册不是已经出现啊？还是搁藏伫个庙里啊？乌册，现在藏伫个足安全的所在。阿嬷，啊，敢会当做我看一下？反正我会当做一篇专题报道啊。今天你过来啊，记者的好奇心哦，真正比猫啊更严重。这边来呀，这本乌册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人世间啊。而且你若是把伊摕去做专题报道，安尼惊会引起社会大众的好奇心，更加会引起一挂有心人的贪念甲邪念，安尼程度唔好。所以既然这本乌册即马已经藏到好好，你就当作无这回事。大大兄，你哪会回来？啊，这是我的厝，我无回来，是袂多。哦，阿公，你用赶出去安尼？你即马走回来，我叫老婆给你赶脚床。你搁来阮家哦？应该给你赶出去才对。你赶紧出去哦，若无吼，我给你趴在土甲做告白哦。放开啊！人哦。你管啊！放开！阿五婆，管住你，别管！你放不心啊！头神啊，迄红头神、干那头神拢飞了！你们先放下。对，我没有。叫开哦！你可有迄面通去倒转来？阿姨，我转来啊！恁这挂去遮赶庙公的人啊，应该拢赶出去才对。你在讲啥？是安怎容易包出去啊？这间厝是公司名下买，算是公司的资产。谁有资格住？我这个总裁讲的准算。嗯，你这代理总裁尔，还真正总裁是老巫婆。歹势吼，已经无法度决定公司的代志啊，这么是我在做主啊。哼，真正是天地颠倒变，你够霸气是？搁用 BP 的手段。手作启用的股份，怎么搁想要把蒋家人赶出？你这是去只赶面孔啊！你就是啦！爸过身了后，我这大汉后生本来就这个资格，会当决定是不是要阿姨继续留在蒋家。想当年，我就是想宽宏大量。恁来到这嘛，做颠倒家一嘴，我实在有够冤枉的啦。爸若是还搁我嘞，绝对袂容许你讲这款话。那呢，你搁叫我清醒啊！你去啊，看你是不是会当甲爸为观察队叫叫出来。哦，你的人真正有够歹呢！你若继续这尼啊狂哦，恁爸爸哦，
要对迄棺材安尼规跳出来嘛，毋是无可能哦。我爱讲迄个什么江道成拢变作江中人啊哦。啊，那恁爸，恁爸叫啥名？江群忠。哦，江群忠，伊嘛反正用变作是王文金啊，所以这是个机会给你修理。王文金，卖我转来，想办法抓住机会，把杨香水威胁，或者是股份拢改做我的。我袂当叫陈忠成气甲袂记我家己的目的。唔免等你甲阮赶出去，我去外口找自大，安尼你有欢喜无？我敢唔讲要赶谁出去？上无资格在遮是陈忠成，要赶就来赶伊。我也无爱出去咧，我要待在遮，我兄弟伊会陪我拍电动，啊，无迄个爱哭的，啊，佮迄个老老的后生伊拢袂晓耍。哦。你若想要继续住，目色会较好个。我安尼啦，你即马脱个皮鞋吼，洗落清气。我看你有淡薄用处，我会考虑收留你。啊！我这条金丝丝有清气无？等等先，我跟你洗皮鞋，你出来咪做啥？无啊，因为你的脚生伫顶悬，你的头生伫下底啊，所以这就是脚掌，你唔再用脚掌讲话。你的皮有够歹，我甲你加工一下。你这臭仔，你够可爱你！啊，我皮鞋甲洗甲金丝，我是毋是洗了袂歹？耶！你敢动呀，陈忠成？你动呀！你敢动呀，陈忠成？哎，我知道你。啊！哇，是啊，你不讲真好呢，赞赞赞！陈忠成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绝对找你算账。我听你的指示转来姜家，相公我无法度把厝拖转来。可能有人暗中咧指点姜开阳，讲这个人是谁？会当让姜开阳这种目中无人、这么骄傲的人，乖乖听伊话去做代志。讲你是为你好，郑宏对你家己愈不利，就爱愈细腻。惊若无，只是家己找死。好啦，我会注意，袂泄露我计划。把我的话听入去，那杨香水依旧解好掉。蒋家股份也当提转来，偌济都提转来，只有家己会当做主，才有出个后声，啊？照志豪讲的方式，我就不相信，我无法度给你创空。姜开阳的手机啊，锁掉，出来要安怎用？我这么教你安怎做？第一。你手机啊，敢若做新的，足好耍个啊！明明个房间门有锁，你是哪里摆？哦，我有坐啊！我兄弟哦，你算比小吹啊！伊讲哦，每一间房间我拢会当比啊！我跟你讲哦，不准你入来我的房间，若无我来拍个锁到边，出去！哦，出去啦！好啦，啊，卖入来就卖入来啊，歹正常。